美女咋又过来来着？咦，这咋又弄一把呀、啊？叫你看看这，老板，你快点看看。咦，这给哪弄了？咋又弄一把？你这天天弄一把弄一把的，这真不说话、啊、这。还有一个哥，去澡堂子里面来。啊。这他来了打扫卫生，你看。啊。咱的。打扫卫生，咱的。啊，他澡堂子的啊。哦，他包浴室嘞。包浴室嘞。对。包浴室嘞，对。洗澡的洗浴的地方。哎，对，你看我一说你都知道。这不会人家洗澡弄掉了吧？那这他把鉴定，不可能吧？你打扫卫生，那下一道头儿，反正都。看到了，这捡出来的。这啥时候捡来的？你看这脏的。这走了吧，他捡一条，刚捡一条，他没当回事，他有的想着是捡来的。你没看吗？真不真？这还是个小猪，还给下水道挖嘞。咦，猪年代的。俺哥也不知道真不真，捡不捡，他一直都搬那了。咦，这都是那个，都是这捡的。咦，这还有锅子，还有戒指，还有项链，还有。俺几个闲，俺搁屋里拖俺俩，他早上不是忙吗？拖俺俩，他找个专业人看看真的假的，假的他都扔了，真的他都留下来，你晃他干啥，对不对？那是的。他咱也不懂，俺都拿来找你帮忙。这还有单子耳钉，咦。咦，这项链还是的，这你看这以前的币儿，现在没有这样的币儿了。以前的币儿，咦，这还有戒指。你看这哪是真的，哪是假的呀？还是啥？这花戒。还有断的，你看断断续续，咱也不知道这啥。那是的，咦，这观音，咦，小观音，咦，这小花朵。咦，这都是真黄金啊！我给你看一眼子，你看看这捏着，你看，它是假的，老是捏不动。你看这一捏，软巴巴的，看。你这都真的吗？都是真的。你再给看看。这桌子你没看着，我刚才一捏，软巴巴的，你看。看，假的根本都捏不变硬。这都是真的，回家再赶紧给咱哥说了。嗯，这都是真的。咱哥不是晃丢了有没有了？他都当成假的了，光那一个。啥都有，还有耳钉，这都是一只一只俩的耳钉。那可能人家洗澡的时候掉了，可能穿过或者拿洗头发摘掉了，人家也不知道。咦，那不少见。你看人家走了，谁也不知道谁谁了，那都搁那了，也没有人回来找。咦，这再说了，老板给俺称称多重吗？搁你称上来。这不是女孩戴的那数圈戒指吗？嗯。给俺哥称上称称多重，看管值十万块钱不管？十万块钱，这应该没有十万块钱。俺哥说的卖了十万块钱了，一个人给俺俩买个金镯子的。咦。那不会有，这还没多少啊，他不会有四万块钱。那不止四万块钱，那四爷东西东西不知道多少。七十块钱，七十块那得多少钱？四七两万八，咦，你可能是两万多块钱。你两万多还说啊？这。你问题是你值两万多，俺哥不给俺买金镯子了。咱俩不是白跑蹦子。嗯。啊。那咱不家跟咱哥商量商量，不买金镯子，买个金项链中啊？再跟咱哥说说。可以。啊，咱都咱姊妹仨，咱能对不对？对呀。不买金项链，买金戒指，对不对？嗯。咱俩跑蹦子来了。热情的给人家给俺哥帮忙，没假的，对不对？那人家洗澡的时候可能能掉嘞，这那哥不少见。他包也是包几年了，他不知道啥时候一点点捡，他不是一点点捡的，你知道吧？是的。